的网络要开的话，我先把我的 WiFi 也关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有点想要开，就是我也是 HD 的画面看一下现在的状态。有，我开了，你看一下有吗？哎，可是我还没开网络哎。台中吗？哪里？没有掉。对。对，有。有哎。嗯。你要把声音关掉，才不会有。因为我已经关到最底，今天在看的时候就关到最底。然后我要。我要开热点给你，是不是？不用，不用。嗯。那我要开始了吗？可以啊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今天不知道大家都吃了没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听说今天的月亮特别漂亮哦。红色的。红色的血月。对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台中门市的。今天我们的女主角是谁呀、啊？我叫美穗。我今天是美穗的助手，我叫妮妮。嗯，我们今天是要来帮大家第一次开直播，对，来尝鲜一下，看一下台中门市没有来看过的。进来看哦。对啊，因为防疫期间啊，其实很多人都不方便过来，所以我们想说用这样线上的方式啊，让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看家具，而且我们今天就是会准备一些东西，价格也会比较便宜。嗯，有没有忽然发现不亲自来逛反而还可以捡到便宜？真的耶。原来不用本人过来比较便宜。这样超方便的。进来啦，快点哦。吃饱饭可以来一下，看一下休闲活动一下，把家里面布置的美美的。志贤说他没有睡好哎、欸，没有睡好。嗯，老实说，其实我也为了准备直播没睡好。小编很辛苦，毕竟第一次都比较紧张哎。真的哎、欸。对啊，小编是不是两个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觉？没有，而且现在的女主角还是早上才被我通知要直播。他说：“你今天记得化妆哦。”真的。手笔下的重一点。对，哎、欸，今天美穗想要先帮我们介绍什么？哦，我们要开始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要等人吗？我看一下。也可以啦，我们也可以等一下。我、哦、现在好少哦，我想要再多一点人呢、欸。你说你怎么那么贪心啊？不行啊，我想要让场子热一点，快点快点，大家赶快进来，帮我们分享一下，欢迎大家来。那你自己分享了没？哦。对耶，对啊，你居然不自己分享一下，快点快点分享。今天我们主要可能会有介绍一些沙发还有床组跟书桌椅，其实现在防疫期间啊，好多小朋友都在家，对不对？还要线上教学，他们可能要一起共用桌子，这时候这人就可以再帮他们多买一张书桌了。主播是叫美穗，真的，主播他叫美穗，我们里面都用卡通名，对啊，我们都是用蜡笔小新的卡通名，蜡笔小新隔壁班只出现两集的人物，美穗，而且美穗很可怜，每次被叫成美穗，哦，真的，要读书哦，对，穗，稻穗的穗，稻穗的穗，美丽的美，稻穗的穗，常常解释，真的，对。没有人，快点帮我们多加一点人进来，帮我们分享一下。今天真的很多优惠。对啊，帮我们分享好不好？这样让我们更多人可以一起参与。对，帮我充个人气。对啊，我很怕到时候大家截图的都是美穗的图，啊、怎么办？对。好，大概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楼上的环境好了。其实我们台中门市啊，分一楼跟二楼两个楼层。那我们这边很特别，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们没有在那种家具的热卖专区，什么环中路没有，我们就是
在一个热闹的一中街的附近。对，所以在这边的话，来这边找我们很方便，就是来这里的话呢，可以随意的逛逛。你知道我们这边就是走过路过都会错过，因为真的没有人会知道说这里东区台中东区有家具店。甚至我们在这边开了好几年了，还是有客人说，哎、欸，在我家附近哎、欸，可是我居然不知道这里有一间家具店，真的、欸，怎么就是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开在这边？对，所以你们其实都可以 Google 找一下，我们坐落的位置真的附近其实都没有家具店，我们反而是在火车站跟商圈闹区的中间。休泰看个电影过来就可以逛家具了。对，那防疫期间呢，如果方便出门没关系，大家接下来等一下我们小编呢、啊、也会有提供我们门市的 LINE， 然后如果需要呢商品呢、啊、可以在我们这边就是做询问，然后需要报价的部分再帮你提供报价，不用出门就可以轻轻松松买家具。对，这是我们现在想要提倡给大家，防疫呢期间呢还是要以安全为主，身体健康，保持距离，戴口罩哦。对，我们都有戴好口罩。对，要戴好戴满。然后定期消毒。对，定期都有消毒、啊、我们进来的话都可以来这边、做一下消毒，然后 QR code 扫描都可以进来做参观。对，希望给你们一个好一点的环境，然后我们参观的话也要就是注意一下不要群聚，所以我们也是有人数上面可能帮我们留意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一起防疫加油。 对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清场哦，没有半个客人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室内嘛，五个人，我们只有两个人。对啊，因为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回讯息，所以可能要比较抱歉。我们都会在下播之后会慢慢的一一回复。对，我们还是都秉持的就是很希望跟你服务的心。问题呢，在上面留言，或是你想要很害羞不想要出现在荧幕上面，没关系，你到时候加我们的 LINE。哎，我的那个。LINE 的部分，来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对，我们是台中店哦，我们的电话在这边 ，ID 号码等一下呢，如果没有记下来没关系，等一下小编等一下要回家之前还会再告诉你们一次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是我们的门市地点，我们是在自由路三段，比较靠近台中公园啊，或者是你有来站前火车站的秀泰。看电影就可以过来这边逛一下。对，我们离秀泰超近的，可是现在不能看电影。对，现在不要看电影哦。对，好啦，重点是记得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好吗？让我们可以多一点人一起看一下今天的。加油，快点按赞分享。对，给美穗加油。加油。他今天可能会直播起来更有力。真的。价格可能就更低。对对对，谢谢啦，真的。然后都会有介绍很好的商品跟大家做分享，那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网站，都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些很多资讯的参考，比如说很多人他会在意到说家里面的尺寸啊会不会放得下，整个空间搭配起来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哪一种颜色比较好看，那有稍微就是模拟的情境稍微让大家知道说哦，我们家配这个颜色其实是漂亮的，像有些人不敢用绿色，那可是其实说不定搭起来很好看呢、欸。真的、啊，而且我们美穗其实超会帮客人做搭配的，他们客人都是拿着他的设计图来，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做一整天，然后他就会桌边服务哦。对啊，对。好啦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大家都去看月亮了？还是大家吃饱了在看新闻？在看今天又确诊多少人？哦，不行不行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对。对啊，我也在好奇，大家听得到声音吗？对啊，我们的声音，一点声音给我们一点回响，有听不到的没关系，我会用尽我的生命呼喊出来。天哪，我下播之后烧香。没关系，为了这一次直播，我豁出去了，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，第一次我们就大声点，对对对，用力点。嗨，听得到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现在我们背后这一座。这座的话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它，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它。
它的高背。来，我坐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一张它是算三个人座位的。那其实这一张的话，是我们少数小型的 L 型沙发里面，它的背高比较高。像小编身高是160公分，那我坐起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像我头部就可以像这样子，比较舒服，可以靠着。那它其实是蛮服帖的，而且它是做成两块的设计。来看一下，这一块的话其实有点偏向我们的腰枕，那它其实可以扶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。像如果女生其实很在意就是服帖度，其实这一块真的可以修饰到我们腰部的这个身形，就可以这样子服帖度。哦，整个人翘哎、欸，真的。哦，还有再来就是坐垫，很多人就会在意到坐垫啊，它到底坐起来好不好坐？来，我坐给大家看一次，这个哦，来要仔细看哦，我们这里好。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对，整个弹起来。对的感觉呢，是里面有添加独立筒，让我们增加它的弹性。独立筒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，是放在床垫里面的那个筒身。那、它这个话是可以符合我们的身形，做一个柔软度的那个支撑度。好，那这一张的话呢，其实卖得好的原因，除了支撑感，还有背高是高的以外，它这一组啊，它的活用性很高。像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小编的右手边这边，它的长型坐垫。来哦，小编坐给你看。这样子看电视，我真的超舒服。真的就是要愧咖，在家里就是要这样懒懒的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就是放松啊！你在家里面就是要很轻松，有没有？不小心睡着没关系啊，我就在这里睡啊，我就是想要在这里睡。对啊，这座全长啊，宽度195，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小型的 L 型沙发，但是它其实可以坐到三个人都没有问题。嗯，三个人的座位。对。而且效果，等一下小编还可以示范另外一种方式给你看。那其实这个抱枕啊，都还有附哎、欸，我觉得超划算的。两颗抱枕都给。两颗抱枕啊，两个就不会抢了。真的，我们这个沙发它现在现场是绿色，它还有灰色的，灰色现场没有放，但是它的灰色系就像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颜色。颜色。对。还有两色可选。对啊，如果你会担心颜色啊，不想要这个，就是它其实本身是有点偏向军绿色的。但我觉得它的颜色并没有到就是很奇怪的绿，它本身是有点偏向那种棉麻的质感，所以它有那个纹路的支撑，就是那种编织的效果。对，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它其实是可以全部都可以拆下来清洁。有时候我们可能汤汤水水，我可能喝个饮料，哦，不小心，我是擦到了怎么办？这没有办法洗吗？可以，哦、真的是很方便哎、欸。这一张的话，如果你要拆洗啊，它上身这边都有做这种拉链的设计，你把它拆下来，洗衣机洗啊，或者是说比较好的话，当然是机洗，那个干洗，对，干洗的话，它人家会帮你处理的好好，对啊，久久洗一次而已，不会心疼，对啊，真的。然后这一张的话呢，它本身现在是 L 型，可是有人说，可是我们家的 L 型，我就是想要放在这里耶，怎么办？天哪，你要变魔术给大家看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以救大家。你看哦，我把这一块拿起来，先放旁边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哇，这一块拿到这里先放下。我们的没睡好辛苦哦。这样子，一个女生就可以使用了。要把它移过来，就可以放这里了哎。对，我们它这一组没有左右型的限制，你想要在左边或右边都可以。而且它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功能，我真的觉得它真的超棒。来哦，你看哦，我真的要变魔术了。再把它变第三种。对，你看，放横的，再快把它拿过来。我们现在又多一个人可以坐了。来，客人来了之后怎么办？这座给他坐，对，拉开来给他坐，多方便啊！对啊，这很方便啊，是不是很一举两得？放在旁边，就是没有位置没关系，你把它移到旁边去就好了，它就变成三人座啦。对啊，真的超方便的。对啊，这个就你想要移到这里，移到这里都可以耶，很方便。那、你一样是要把它放回来，脚一样放上去，
而且其实这款是我们卖少数里面 L 型可以在肩颈以上的高度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一座的那个整个 CP 值很高，真的，对，一直以来其实都卖得非常的好。对，来吧，美穗告诉我们他要多少钱？有人要知道吗？有人想知道吗？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吗？给我一点回应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播，我需要一点鼓励。对，不然我们先假装他们非常想知道。哦，这么多人，既然大家都想要知道，那我就只好告诉大家，哎，其实这一组真的很划算。对，像这个一般外面买要很贵吧？起码要20000块以上吧，差不多也要 啊，一定要的。跟你说，这组真的是破天荒，我们为了要直播，我说不定开的价格都比我们平常那个优惠价还要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那么晚直播？因为老板下班了。对耶。对。他管不到我们。他开的，我们开什么价，他都不能吐血了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一张哦，195公分，三人座。副脚凳，两个色系，对，还有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哦。对，多少钱？我先跟大家讲原价。好啊，原价15199，其实也不贵，不啊、原价就不贵了。好，那下杀价怎么办？太便宜。下杀价12000，你们厉害，我觉得很强哎、欸。对，其实这一组有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帮我们截图下来，你们私讯给小编，我们可能还会再给你更甜的价格，好吗？甜的。对，我们下播之后，我们还会偷偷给你价格，因为你知道私讯呢，老板都看不到，我们自己私下给的，好不好？你私讯的话，你如果不敢私讯，没关系 ，Line ID 加进来，还是打电话进来可以。打电话进来，现在没有办法接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晚一点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就是要记得跟我们说是 T01 三加凳，对 ，T01 三加凳，或者直接截这张照片给我们也可以哦。对，要绿色或灰色，再给你们看一下绿色的颜色。对，绿色是比较偏向军绿色，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军绿色，可能。灯光的关系，所以镜头太近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变白。但是它其实远看，你看它远的话，它是一个很饱和的绿色。对啊，你看小编站在旁边，这个绿很搭我，它很适合出现在我家，很适合出现在你家的。我家不够大，不然我好想要带回家。对啊，如果灰色的话，灰色系会有点是这个色。对，灰色也很多人买、嗯，可是因为有些人不敢买绿色，所以我们现场展示绿色之后，它就大热卖了。嗯，真的。对，我把它放近一点给大家看哦。对，灰色跟绿色的感觉可以体验一下。两色可挑。两色的样式，其实两色都卖得不错哎。帮我们看一下哦，就是这一款的话，两色，然后全长195。赶快量一下，现在家里的客厅摆不摆得下，家里的沙发该换了。对，想要知道更多讯息，比方说你想要知道它的尺寸，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发问，我们都可以直接线上回答你。对，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更多讯息，不好意思，加我们的 LINE 也可以， LINE 的话是我们的电话号码。对对，这一组其实是我们很热销哎，我记得它很常缺货啊。对，很常缺货。其实就是有时候可能进来，然后做个活动，哇，没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去，这样好像在 run tour 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换看这个，也是 L 型沙发，但这一组啊比刚刚的那一组会稍微再小巧一点。这个的话全长就只有187而已。如果说像我们遇到现在很多客人的家里面，其实他们的客厅其实长度不够的情况下，他们没有办法放到太大，这个就会是一个选择。它一样会有两色，那我们现场放的是灰色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组先以灰色为主。等一下我们一样再请美穗来帮我们当试作员。哎，我又来了，试作就交给我，没有关系，没有来没有关系，试做给你看。
这一座呢，它主要呢坐起来虽然没有那个乖的感觉，可是呢，对有些人他需要的需求是，我想要坐起来，然后扎实。我本来就是脊椎有点侧弯，哦，不行，一定要稍微有点扎实度。真的有点侧弯啊？啊，没有啦。Oh, 我还以为、欸。然后呢，如果说坐下去的话呢，它扎实度够的话，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稳定性的。那它这一组的话呢，本身配色呢也非常的美。灰色调呢，就是我们家中无论什么样的场合、什么样的空间，百搭，绝对不失误。不失误。不虚误。那这一组的话呢，它本身它是比较低配的，但它呢可以搭配起来，就是比较让空间感比较降低，流线的感觉又不会到太。对，因为低背的话其实会让整个空间感看起来会稍微再大一点，虽然它不像刚刚那个高背可以靠到头，但是因为你空间已经小了，其实我们尽量让视觉再宽敞一点。对啊，那这一张的话呢，它本身总宽度比刚刚我们那一款的绿色再小一些些，它本身的尺寸多少？它尺寸的话187，听起来很像什么某人的身高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它其实一样是跟旁边我们刚刚看的那一组一样，它是左右边的这个 L 型呢都是可以去移动的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一样，跟刚刚一样。它就是对，所以的话它其实也没有左右型限制，而且在坐垫的部分一样也可以把刚刚那一款做分离，对，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应该怎么讲，它非常的可以多变化。对啊，其实这种多变化的真的是很适合小空间耶，超适合的。因为如果你变化性比较差的话，变成它就是一张沙发就是这样子这么大一个，对对，你有时候还会嫌对，要买就要买实用的啦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小空间要用到最大的功能性。对，我们东道家具是为了要体会到就是所有人的需求。对，这一些沙发呢都是可以多重运用的，那这个又很好搭配，所以就是小沙发也不用担心，放下去这样子美美的。对，对，我们辛苦买了一个家，然后对自己好一点。真的耶，现在买家不容易，所以家居上面就让我们帮你省钱好吗？对啊，轻松成家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沙发，让你好好的搭配，在家里面防疫期间出去耍费不用担心，有它就好了。真的耶，现在是就是耍费就是要找一张好沙发。真的耶。对啊，如果你们家的沙发还是东坐西坐，坐了腰酸背痛。赶快决定换一张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在客厅就是跟大家家人交流的好地方，你连沙发都坐起来不舒服，大家都不想交流哎、欸。对啊，会回想会回房间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看，躺在沙发上就是要舒服。对，沙发就是要让你耍费用的。对。对啊，或者是说，啊，你小两口没关系，这样子。一人睡一边，一人站一边，刚刚好。一个是这里，刚刚好。刚刚好。把亲爱的另外一半头躺这里。天哪、啊，你的偶像剧情啊，偶像剧里的剧情。哎、欸，很优秀哎、欸。真的。好，其实这一组呢，真的，它其实 CP 值真的很高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一组真的不得了。我跟你讲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得了？因为这一组真的比刚刚那组更便宜。哦，原来价格不得了。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一组其实它热销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太，它的价格真的太优秀了。太优秀了。其实它也算是我们很多房东喜欢的一款哎、欸。对。因为有一些其实比较大的套房，它会有一房一厅的感觉，虽然都在同一个空间，但它沙发可能就会用稍微比较大的，它其实就会挑像这种的。对吧？真的很方便。我们家根本就是租套房的，就是房东的常客。对啊，对啊。就是比如说你商用空间哦，你可能想要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个，觉得也是舒服的沙发，对，不要对自己太差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有没有？钱要花在对的地方。对，要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对，把钱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今日名言。好吧，它到底多少？小一下，这组甜甜价哦，真的是不得了。我们
们刚刚说的刚刚那组多少钱？我们那组一万二，是破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刚刚还觉得便宜啊。我们这组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先跟大家预告，不用破万，不用破万，不用多少？真的不用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吓到哎、欸，吓到。这一组这样子，居然不用破万，它一样是这样子整套哦。这个都有哦，对，凳子这个也有哦，脚凳哦，而且还可以变换左右边哦。来，先跟大家讲，原价，原价多少？你都用偷瞄的，不然让他知道。这个呢，原价，原价10199下杀价，不用破万。天啊，真的是不得了哎！确定可以公布吗？我等一下会尖叫吗？我觉得会耶，而且我觉得老板看到才会哭吧，眼泪落下来。真的，这一组价格7990，哎，超低哦！我的妈呀，哎，不用8000块耶！真的，我真的不敢。不用8000块一个 L 型沙发，帮你配送，台中市区免运。我的妈呀，他还可以帮你搬到楼上，帮你组装好。不用自己 DIY， 真的。这个真的很划算哎，有些还要另外给你加楼层费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3楼，我们4楼以下不用加楼层费，有电梯不用加楼层费，帮你组装到好，不用组装费。我觉得你激动了，激动起来了。这个价格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截图起来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如果下播的时候你们有问题，你们都可以再私讯我们。那因为他现在下杀价，你私讯我们，再给你一个小小的折扣。我跟你说，小小折扣就是老板看不到的 special， 好不好？但现在他已经很便宜了，7990。有看直播有截图的才有，你如果说直接来门市跟我说我要这个价，不好意思， Sorry. 没有，我们只有直播才有。真的，给大家点时间，对，消化一下。对，还在叫，还在尖叫，还在尖叫，还在不可思议，还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可思议。马上赶快打电话，来，打电话给谁？我们两个都在这。给爸爸妈妈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要买沙发，想买这一组，我要换了，便宜，对啊，先预支零用钱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沙发真的是很吸引。对。家里的沙发该换了，真的，我真的不骗你。有时候这个啊，这个价格真的不是随便出现的。我们可以给的价格，只有在这种时候才可以出来。平常客人说不能再便宜一点吗？真的不能。真的，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有今天直播？对啊。因为防疫关系啦，我们真的觉得，我们也觉得客人他们要特地跑来门市，他们也是。冒着风险，那我们现在用线上的方式，其实我们就可以零距离了，有没有？很安全，很安全。那直接价格也就是便宜，不用又可以捡便宜，谁不要？对啊，好方便哦，一举两得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下播回去，下班我要去找直播，可以去找便宜。大家要看直播，这样直播的人数比在外面晃的人数。沙发的话187哦，187公分。对，一个帅哥的高度哎。哎，对耶，然后你看哦，小编身高160，小编躺给你看。小编穿鞋子躺给你看，你看我的身高这样躺还绰绰有余哎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一个男生直的躺上去都还可以。对啊。那个大小啊，你空间不大的状态下，还可以用到这样子的舒适性，真的很好。很好了。对，可是我们可能下班洗完澡，臭臭的。不敢去躺床上，有没有？先躺沙发，躺沙发就好了。脏就脏沙发，沙发可以洗啊，这个一样可以拆洗哦。对，它拆洗的地方呢，我们从这边底部的这边有做拉链的设计，然后我们坐垫的地方也有做拉链的设计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把它拆起来洗，这边都有拉链。对，但是小编还是想要就是提醒一下，这种沙发拆洗尽量啦送洗好不好？我们家自己洗的话，有可能会把它洗得皱皱的，对对 对, 对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哦。对啊，那如果下次有想要问一些就是沙发保养的小技巧，也可以私讯小编，私讯小编，发问也可以啦。对啊，小编都很热情的回应你。
你有什么家具上面想知道的知识，好不好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都问我们，我们就是你的家具知识百科。对，不会倾囊相授。对，今天没有帅哥哎、欸，今天帅哥都刚好不在。对，不然我们有一个180的帅哥、哦。对耶，他可能站起来就撞到这个梁了。这是姚明了。高很高。对。然后找帅气的男主编呢？怎么办？今天大家都想要看男生的帅哥啦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下一次就是换男生来独挑大梁。啊、来来来，那个可以，没问题。就让大家点菜有没有？对，点的不是家具，而是人。点的是男人，就直接进过来，全部都是要他的那个电话。对，不是要家具。哦，真的耶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商品。刚刚都介绍大的，那我们现在换小的。小的这个的话，一样也是套房啊、卧房啊，是常会去摆的一款。对，这个的话，它宽度是129，它。外观就这样圆圆的，像泡芙，很可爱。然后有三个颜色，然后它很日系哦，是木头脚座。对，我们给你看一下它比较近一点的布，对，还会有一点这样子，很像，也是那种亚麻的感觉。然后现场是蓝色的，这款总共有三色哦。等一下，一样我们再麻烦美穗帮我们做一下。体验你做一下，你帮忙。这张的话，小编坐在就是站在他的旁边的，他其实是算比较矮一点的，他比较迷你一些的，他其实真的蛮适合在小空间运用的。我们可能卧房啊，很奢侈的摆了一个电视，但是我们又想要有一个更奢侈的方式，就是摆一张小沙发。我们就是想要耍废，想要躲在一个两个人的世界，不想出门。我们今天强调都是两人世界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好像不太喜欢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一个人也可以哦。你看这一张的沙发呢，其实小而精巧，而且它的圆润度呢，流畅型，其实真的蛮漂亮的，很可爱。然后它就是很好搭配的一个款式。这一张的话呢，小编坐起来给你看哦。它坐深非常深哦，其实你看它小归小，但它坐深很深。嗯，这一段。我觉得我坐起来是舒服的，因为 我的背靠也有靠到，而且我的脚也都有是靠到的位置。对，它其实不会说让你坐起来很小很窄，而且这一款啊，它是不是比我们两个还资深呢、欸？常青款。对啊，在我们还对，这很早就开始卖，卖到现在为什么都没有停产？因为它卖太好。前辈，对，我们要尊敬这张沙发。因为他太资深了，真的，他比我们资深。有时候，那种买套房的房东一来就是包色，包色就算了，他们还会一次就是把所有数量买齐。哦。对，假如他说，哎、欸，我一栋有可能10间套房，他就用不同色系去搭风格。对。对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总共有几个色。哇，这个颜色真的不得了，颜色很好搭哎、欸。这一座宽度129公分，129的大小，其实有一些小房间真的很好用。那这一张的话，它本身配三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的话现在是蓝色的配色，整体的样子呢，它其实不是那种就是很抢眼的蓝，它的颜色呢是比较柔一点的蓝色，但又没有到太淡。那本身的编织纹呢是有带一点白色的那个针织线，所以它其实整个是有层次感的。那灰色调的话会再更明显一点，它的那个白色的织纹，灰色调是比较多人就是比较喜欢搭配的颜色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就是百搭，我失误率几乎是零诶、欸，失误率零，对，失误率零，对，不会搭的话看这个就好了。对啊，對，真的。那橘色调的话呢，是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空间来讲，颜色呢都是比较简单的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就是，最常见的就是白色的墙，大家都是百合白，有点无聊，没关系，橘色让你整个空间提亮，活泼起来，真的超活泼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有在看直播，赶快分享给你们房东，你说
那个房间里的沙发该换了，该换了，有臭味。到房东看起来不太开心，想要换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对，这个颜色真的不错哎，这包色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说一个加包色吗？叫房东包色。对，叫房东包色。对啊，你不要每间套房都一样，我觉得这样很无聊。对，还有三种色。对啊，橘色。蓝色、灰色，我觉得这几个颜色都是好搭的。对啊，再让大家看一下这整座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嗯、这个颜色宽度129哦，所以可以量一下，说家里的尺寸放不放得下。对，那对其实如果你会担心两个人坐起来会不会太挤，我跟你说，小编这样坐起来的话，就算我坐到最边边好了，我都觉得我中间还可以再塞一个人。可以，可 以,、啊可以。刚好有一个稍微有一点车线，刚好就一人一半，就跟他说你不要超过这里。是，还在小学啊，不可以超过、哦。超过我就切。超过就切。对，我还要放一个书包在这里。小编今天很活泼哎、欸，美穗今天超活泼的。真的真的，平常都没有那么活泼，所以在这个直播现场呢，就是要热络一点。大家也帮我们冲一下人气。对啊，谢谢你们帮我们分享好吗？对啊，谢谢你们今天要来看的哦。对，那美穗帮我们看一下这一座的花多少钱啊？哦，真的，这一座价格我跟你讲，又要惊吓了吗？又要惊吓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厉害。再说一下，它有总共有三个色。嗯，来，我要反过来喽。好啊。一样有问题，私讯给小编或是加赖留言都可以。对，愿意帮你服务。那如果说。要问问题就也可以来门市啊，都可以，营业时间都正常营业，哎，防疫期间不中断，不中断，绝对不停，我们不停，不停，non stop。不来，我们要直播给你看。对。那这个的话，它的现在直播价，我真的觉得不得了，他两人坐。不然你先偷偷说一下，先原价好了。正常，如果我们东道的，这个大家会觉得多少钱啊？我觉得这张真的。其实有些客人他可能想说，应该起码要7000-8000块吧。不行，能不能这样问？客人都觉得不用钱啊，不用钱最好。对，怎么办？对，我都不想，我不想要花钱。就这张呢，我们的原价5699。5699，那我们今天直播下杀多少？等一下我先自己看一下吧，我怕我写错了，等一下写错怎么办？自己要扶。写错来不及耶，我们不能停哎。怎么办？直播真的很可怕哎。差一个零就差很多了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人要问问题吗？有人问说现场价一样吗？现场不会这么便宜，哦、我们只有这次直播，只有直播、欸，对，直播没关系。你如果需要想一下的话，等到我们下播后，我们到明天好不好？明天晚上之前，对，晚上之前你一样截图私讯给我们，我们一样都是算直播价。对。好，要先把握机会哦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公布喽。好，我先公布尾数。尾数，我怕等一下把它擦奖哦，大家都要退播有没有？好，这一张生气耶，到底要不要赶快开？这一张的话呢，它的价格没有五开头了，没有五开头了，直接四开头。好，4199，双人4199，一样，我再重复一次。这个地方截图私讯我们，一样比4199再便宜都有可能。我们一样私下好不好？我们私讯的时候老板看不到，再便宜一点。再便宜哦。对。私讯先截图起来哦。对。先截图起来，没有截图起来都不算。对，然后总共有三个色，好不好？灰色，然后橘色跟我们现场的蓝色。对，三个颜色都很好挑，现在都还有货哦。这个卖完啊，到时候要等哇，一等两三个月，我跟你讲，又要等很久。对，每次都是到货后没多久就没了。客人常说，你不能再跟其他店调调看吗？真的没有，调不到。他说，那你现场的可以给我吗？不要，不要再把它带走了，我是有点空。对啊，被带走，这不是办法。对啊，每次都被搬走。啊、那你现场的给我，快点。对。想要的、犹豫的，没关系，你赶快先私讯截图下来，对，有机会可以赶快把这个，有可能你可以放得下，真的喜欢，不要犹豫，
不要犹豫，我们是卖沙发，不要千万不要截图问我说美穗可以问吗？不行，私讯问美穗哦。对，那这个价格4199，下单截图或是告诉我们 TO3 两人，然后再给我们颜色，对，灰色、蓝色、橘色三个颜色，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可以再跟你们说一下，坐深真的很深。一般的小沙发其实坐深都不会到非常深，但它真的是很深，嗯、好坐，真的是。哎、我可以测量一下深度给大家。深度的话呢，如果你想要稍微家里面有尺，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实际量的话，它这个大概51、52，你算52公分好了。其实坐起来它的这个深度是够的。对，啊，你两个人坐的话呢，这一段的空间。它本身呢，已经有到98公分嘞，98是很宽嘞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一个人大男生坐上去，跟加上说，哎、欸，我们一个女生这样坐，其实都还有空间。真的，旁边这样坐，我觉得是舒服的。对，赶快啊，家里不管是宿舍啊，还是房间啊。对啊，沙发如果该汰换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看这个很小巧的。加一点家里面的就是温馨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它很日系，而且颜色其实搭起来，你会整个房间看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嗯，我也觉得、欸，哎，然后你前面如果你还有空间，你搭个桌子，像我们现在搭配的桌子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要把它搭成一个北欧风来，北欧风，我觉得这不错哎、欸，木色调的，整个质感搭起来也不错，就是很舒服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让你们家瞬间就是升级。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家里面就是希望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感觉。看它的脚是木质调的脚，对，木头脚。对，有些人他特别喜欢木质调的商品。对啊，因为好有无印风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很好搭哎、欸。这款的话，它也可以把那个脚座拔掉，变成合适的感觉，所以你也可以脚座不装。你看，我们没有骗你哦，它原价真的5699，但。骗人还没办法骗人，哎，对，对，直播的话是4199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播今天它是4199，我们保留一天，就是即便下播之后，你在明天晚上的7:30之前，只要私讯截图给我们，都一样是直播价。对，因为特例哦，我们是选在一个很热门的时间直播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会去看那个什么精品包啊、海鲜啊。还是牛肉鱼之类，鱼对鱼虾类 的，对，我们居然挑在这种热门时间跟人家直播，对、啊、接下来的话你要介绍什么？哦，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皮质的沙发，我们先让我们的小编妮妮带到我们这个沙发的位置哦。这款的话它就会比较美式一点，它也有三人的，我们现场展示是双人，而且它这个扶手枕很特别，它的扶手枕是做分离的，所以它是可以整个拿起来的。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还蛮有趣的，如果你不太喜欢旁边的人，你可以把扶手枕放在中间，就是跟刚刚一样隔开的感觉。茶几好看吗？茶几好看的话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截图下来，一样私讯问小编，好不好？我们一样都报价给你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驼皮的颜色，然后有双人跟三人座。这款的背高比较低，那一样也是坐深比较深的样式。我们拉近看一下细节。对啊，只要拉近，然后颜色会变掉；然后远一点，它的颜色比较符合它真实的色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再麻烦美穗来帮我们试坐这张沙发。它沙发的话，这个双人的宽度是145哦，比刚刚那个会再宽一点。对，对，刚刚我们那个是129，这个145，所以对比较宽一点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大家要看这张沙发大不大哈，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扶手宽不宽。其实这张的扶手，因为它有加这个扶手枕，本身还有一个外框的框度，所以它有再宽一点。哦，那本身的设计其实它是有点英伦风，或是有点就
是你想要搭配起来比较复古的那种感觉，或者是工业风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就是美式的感觉，又有点工业风。我跟你讲，天啊，一张工业风零失败。对啊。搭什么好看？对，这张颜色呢又很漂亮，它是比较消光雾面感的感觉，跟后面这张有点不太一样。因为它是比较有光泽感，对，这个比较亮面。对，你比较看看哦。其实有时候客人他会特别想说，我想要那种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物质的那种质感，因为他想要搭配起来比较低调一点的，可以选这种。而且你看哦，其实它本身的纹路啊，它会带有一点点就是那种云雾状的那种纹路。对。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蛮美的。这种的话呢，就是让你就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它的皮革有一点层次感。对，而且其实它这款你是不是有点坐上去之后就很想要开瓶啤酒？真的，它是属于柔软的，那背的部分呢，它也是很好靠着的。对，但它一样是属于低背。其实像我们一般我去看那种就是欧美片的话，有时候看到类似这种沙发，它都是比较低背，它整个质感呢就是会拉起来，就是会比较休闲感。对，对，那你偶尔就是在这边跳个脚，很悠闲。为什么有？我其实有看过有个节目介绍哈，他说为什么呢？我们是椅背的部分要拉这么低，它设计的风格到底是为什么？就它有一些是源自于欧美的那一种，就是它是要让你就是坐起来很优雅，就是看起来就是整个身形的部分呢是很流线的。不对，我就觉得它其实是讲的蛮有道理。比如说你可能在这边品酒，可是你坐这样子拉它，对，它不适合整个。躺下去。对，可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很有美感的一个沙发，你把自己呢也当成一个很有美感的人，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坐着，这样串着走。所以你整个挑到这个沙发，你就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，而且很有品味，很有品味。走吧，我们的客人一定都很有品味啊。对，就是他跟刚刚的那个风格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让你自己的家里面有很多种变化方式。你可以去想象你想要怎么样去把它的氛围搭出来。我们刚刚是不是都在讨论房东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下这设计师热爱款，真的。对，哎，真的，这张我们对设计师也是很好的，这款真的就是设计师的热卖款。对，不是我们介绍哦，设计师自己亲自亲点哦。对，它除了双人之外还有三人哦，三人的话宽度会是185、哦、那对185，那一样也是两座店。对，185，我觉得185的话，如果你家里面空间够的话，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坐起来的舒适度又是。如果家里空间还够，就双人跟三人都摆上去，都摆，那个就漂亮了。就漂亮，185的话，我们会到哪边啊？到这边，现在小编站的位置。你看也是很长哎。对，扶手一样不变，长高度也不变，那我们走。对，平均再加长而已。一样是双坐垫，三人的话一样双坐垫，只是坐垫比例会延长。对，这张的话有喜欢真的私讯截图哦。对，这个就是我没有讲价格的，还没还没。来，价格的话真的也不会对不起大家，这个今天都是帮大家谋取福利。对，我们离美穗近一点，不然我怕等一下声音太小声。好，听不到真的要跟我讲哦，我可以。用尽我的生命呼喊，呼喊，对，呼喊，呐喊。对，这张的话呢，两人坐，甜甜价，哇、哦，这个是不得了哎、欸，一样跟大家先讲，原价699哎、欸，6999，双人的6999，这个大小6999很划算吧？很划算，超划算的。那它的下杀价的话，它现在是在特价，对，只有这个。就真的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有多少啊？5600，5600哎，7000块，5600哎，对啊，省1000多哎，我觉得很划算啊。我们也可以有三人，三人的话，三人的价格原价是9699哦。对，不然美穗帮我们写下三人的价格好了。双人有需要的话，你们一样帮我们截图、私讯，然后我们帮你写一下三人的价格。对，来稍等一下、哦。对，三人的价格的话，原价还有9699，然后如果我们现在直播价，美穗直播就7800了啦。真的假的？对。这比我们原本讲的跟我们讲的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小
责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老板也下班了。三人，原价是多少？原价9699。9699，然后我们直播价的话7800好不好？只有7800而已耶。一样，这个真的可以吗？帮你送，又帮你装，帮你定位。对，全部都包含耶。对啊。确定吗？不会再另外加了。这个真的可以这样子吗？真的可以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做，反正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嘛。对，我们两个说了算。我们就随便乱喊，不会把这家店给弄垮了。不要担心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喜欢私讯截图。对啊，私讯截图好不好？因为这个的话真的很便宜。它主要它的皮质啊，摸起来，而且也不会说像那种摸起来质感不好的那种，它质感很好。它其实如果你要我说我摸起来的话，其实它是算平滑的，然后没有那种沙沙的感觉，但是其实是舒服的。因为有些人他很介意，就是摸起来它会有点就是假假的。对啊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常见的荔枝纹欸，它的那种纹路真的很特别。它其实是平滑的，它是算是蛮亲肤的那种。对啊，之前有一些可能他们是酒吧的客人，他们也会来买这一款。对啊，这个很适合就是在有品酒的地方很有质感的那一种啊。对啊。对，而且其实皮的很好整理啊，你就是你喝饮料或是喝酒，就不小心掐倒，就擦一擦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这个时间一直想要喝酒嘛。乌龟，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三吗？还没小周末。还没小周末就想要让自己。因为知道很多人在家防疫，已经防疫不知道今天礼拜几了。真的。真的是很辛苦又很累耶。真的都不知道现在过到几号了。真的，平常都嫌看剧的时间不够，现在是看到太多剧了。不知道要看哪一部了，不知道看哪一部已经看到没剧可看了。真的哦，赶快哦，来再跟大家提醒一次，如果害羞不敢在上面喊价的，来 ，ID 的话我们是04221214888。对，一样来询问我们，我们都会有专人帮你服务。对，小编都很热情的，会需要就是可以帮你做服务，或是你在加了 ID 之后呢，留下你的电话。也可以去帮你，就是电话跟你确认说你需求是什么，那我们再来跟你就是确认你要的商品。那这边的话呢，甜甜酱先截图，期限，快点再讲一次。到明天的晚上7:30之前，只要你们有截图私讯我们的，我们都算直播价。对，这比我们网络之类的都还要便宜吧？一定便宜的啊！这千万不能让我们网络其他部门的人看到了，他应该觉得我们在倒他们生意。真的？对。会被吗？打自己的价格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沙发大概介绍这几款，那我们今天有准备一款床组。嗯，对。最后的话，我们用我们的床组来介绍给大家。对。这一款的床组，天哪！这一张其实应该也是设计师很喜欢的一张吧？对，因为它其实是猫抓皮的。跟大家示范一下，这个真的不得了。猫抓皮，大家比较没有概念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我们准备了一把钥匙，噔噔，刮，用力。对，它都不会有出现刮痕，或者是皮质有受伤。我是真的刮很大力，对，它有听到刷刷刷吗？有很大力，我很怕你刮到自己的手指。有，我刚刚刮了，很痛，我指甲片受伤，很痛所以这个很厉害啊，这个就是要让你就是。轻轻松松整理，又不担心会刮伤。你有宠物的话也不用担心，当然你指甲要修剪一下。对，而且它其实背枕的部分是很蓬的，所以它像这种靠枕啊，我们平时等一下请美穗我们帮我们试躺一下，它这个背枕是很蓬松，而且是有扎实的感觉，让你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半躺、坐躺都会很舒服。而且它这一款很特别的是。稍等我们一下还有别张，对对对，而且这一款的话，它的脚高，我跟你说，扫地机器人可以过得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有帮我们看到吗？这个高度，很多客人都会跟我们说，我要扫地机器人可以过的，因为他不想要床底也有灰尘。这一款完全就是。符合你们所想要的，听到你们的心声了。
而且它的皮色啊，这款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床组，所以它的皮色很多颜色，你看看这些色，超级多的。我很怕就是有些客人他们可能真的会选不出来自己想要什么色，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颜色。来给你们看看这么多颜色，它属于定制款的，所以这种如果说我们现场摆的、啊、是这种紫色的薰衣草紫，如果说你们有喜欢，你们想要看其他色系，其实这个就会比较适合可能来门市，你们如果要定色的话就要来门市挑。尺寸的话有单人 3.5 尺，然后跟现场这个是双人5尺的尺寸，然后也有加大的6尺，尺寸都可以定做。那我们先介绍5尺的。我们的床组不是只有单头哦，是头加底哦，嗯、整组。头跟床底，床垫当然没有了。床垫呢，你要来搭配，来试躺看看。对，小妹会带着你一个一个躺，躺到你舒服满意为止。睡着，睡着没有关系，代表这个床垫适合你。对，舒服的才会睡着。对，没错，你帮我们就是试躺看看这个被枕。哦，可以耶。对。这个真的是一放进来超多客人喜欢的，因为它的被枕真的够厚。天哪，它就跟沙发一样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这样躺起来的话是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常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先滑手机。我在这里至少滑个半个小时，绝对跑不掉。对，一定都会先想要坐躺，然后看个书或者什么，因为你其实有时候躺着，你虽然累，但是不一定是要马上睡觉了。你就是只是想要放空发呆一下，其实就这种有被枕的躺起来很舒服，因为正常我们都还要拿枕头当辅助、嗯、可是它这种就不太需要。对，而且颜色还很多耶、欸、对啊，颜色我刚刚有介绍过，然后真的是超级多色可以挑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啊。你其实你真的空间不知道怎么搭配啊，你来问小编，小编帮很多人搭配过，就是家里面啊有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，那你不知道怎么挑选的话，记得要把家里面的那个整个空间的感觉拍起来给小编看。大家其实搭配的话，像这种比较特殊色，大家都会觉得不好入手，其实真的还好。你房间的话呢，全部都搭一个色调很无聊，真的真的很无聊，真的。像客厅的灵魂就是沙发。对，美瑞，你是不是有个客人帮你他搭了一个很特别的色？你说我的客人吗？对，欸、对，蓝色。后来我们之后就有出了一个这个，就是有做一个牛仔蓝在现场，然后反应还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们一定会觉得说这个色好看吗？我跟你说，啊、真的异常的好看。牛仔，对啊，这我觉得是，你看，其实这个啊，大家不要怕，真的坐下去对了，坐就对了。对，牛仔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其实这个颜色啊，就像我们穿在身上的牛仔裤一样。其实它就是百搭，真的百搭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们真的还是对色系啊会有一点怕怕的，或者是 不知道怎么搭，你们都可以拿你们家的色板，或者是有些还在装潢，他会有给你色块，都可以拿来门市。我们的服务人员啊，其实都会给你一些建议，然后帮你做搭配。对，或者是像你看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家具，就是要让你看一下那个整体感觉的氛围。其实真的跟看照片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来看过现场之后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们家可以搭这样子哎、欸！我这其实真的很多客人都颠覆自己的想象。对，你就是自己的设计师。真的，你就是自己最会搭配了。你的家，我们刚刚有说一个名言，什么？把钱花成什么？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对，所以真的，你想要让自己的家变得舒适。这样你才会有精神，才会有动力，可以再开开心心出去工作，做你喜欢的事情。家就是你最温暖的港口，你就要把它布置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对，所以钱不是问题，交给我们好吗？交给我们帮你想办法。可以把就是我们的钱运用在最好的地方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其实我们都是属于就是，我们价位的部分呢、啊，都是小资族都可以负担得起。
其实这个呢，就是都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做轻松成家的这种方式呢，轻轻松松的把家里面布置有一个美感。那你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搭配啊，很欢迎来这边找小编，或者是很害羞的话没关系，你加LINE。防疫期间的话呢，我们热情服务不断线。对，再跟你们说一下，它这个脚高真的有13公分，你的扫地机器人都可以过。然后靠枕的厚度至少也有20公分的厚，所以它其实靠起来非常的舒服。真的，然后你看小编这样子，真的很有弹性哎。对啊，而且它是猫抓皮，我跟你说，猫抓皮会比一般的合成皮来的不容易破，所以它的耐磨、耐刮系数，而且又防水。有些不是流汗啊，还怕说躺了会不会脏啊，不好清洁。不用，你就用抹布擦一擦就好了。对，完全不用担心说，哎，我汗在上面会不会久了之后会变色、会变脏？它很好清洁，你就大胆的躺，大胆的用。对，你再跟大家说一次，这个床头加床底要多少钱？双人床就是标准的哦。大家不知道双人床的话，大家就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总宽度左右边大约是150公分左右，这个是很标准的双人床。那这个双人床的话，头加底。这个叫做床头，床底是现在小编坐的这个底部的地方，没有加床垫哦。它这样子的话，它的甜甜价，我们下杀价13000，原价多少？15599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到门市买，你平常客人来逛的时候，他说。这只能这样吗？你们没有其他折扣吗？我们平常只会做什么？满6000折300，满7000折300，就是永远都会有一个门槛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直播价不没有门槛就算了，还比平常便宜超级多的。真的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先私讯下来截图啦。先截图好不好？你如果色系不知道怎么挑，没关系，我们会协助你，或者是。你再找时间来门市看色，我们就用这个价，好不好？但是前提是你要在明天晚上的7:30前截图给我们才算。对，对，过了就没有。我们如果再回放来看这个画面截图，来不及，就是要在那个时间内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来，如果真的喜欢的话，截图下来，或是写 T06 床主，床主的话有包含什么？床头加床底，对，它现在这个是5尺的价格，如果你们想要问3.5尺或6尺都可以，我们一样有直播的价格可以给你们。对，想问的话呢，除了直播私讯小编一样哦 ，LINE ID 04221214888，或是你想要打电话过来找小编，记得明天12点请早，12点开门，会有小编帮你服务哦。对，你们也可以想要找，就看完这场直播，非常喜欢美穗的介绍，你们也都可以直接打来找美穗都没有关系。帮我们按赞，对，按赞，谢谢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点肯定，真的，因为今天我们第一次直播，其实我们真的是很紧张的，好害羞，对，好。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完最后一个商品之后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今天的直播期就差不多了。谢谢大家啊，今天愿意在这个时间这么宝贵的时间，没有去看珠宝，没有去看卖鱼的，没有去看精品包包，都没有看，来看家具，对，来看家具，也没有去赏月，今天有月亮，红色的月亮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喜欢的话记得我们有台中东道的粉丝页。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，我们不定期会有相关的活动，还有下一次可以再跟大家见面的直播。对，美穗，我们还有一组那个最后压轴，你说那个加码的吗？对，那个播完我们就下播了，就没了。可是这组真的很便宜耶，你确定要播吗？要啦，我就是想说，你知道现在防疫期间超级多小朋友我们都在家里上课，他就是需要这个。真的耶，对，没有打架怎么办？对，妈妈就说，每天在打架怎么办？对，要给他们一个空间。对，怎么办？再买。再买。再买。可是这个多少钱啊？我的妈呀！天哪！我们桌子原价多少？我桌子原价。3299，没有骗人哦。
3299，真的是我们的原价。这只有书桌而已，书桌。对，它宽度120，它深度不会很深，所以不会很占空间。它深度才48而已。这边哦，这边才48。对，对。可是就算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小朋友都要线上学习，你要放笔电或者是放桌垫，其实空间都绰绰有余。你的萤幕啊、键盘放上去，真的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它两边侧边，我拉远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两个抽屉，然后这个是拉门式的，对，你看里面空间很深耶，它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然后把抽屉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它其实里面都还有空间哦。它原价的话是3299，然后我们现在搭配这张书桌的椅子，四个木角，然后它也还有其他色，但我们现在想放的是黑色。然后这张椅子的定价也给你们看一下，899。然后拉远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没有这一片哦，这一片是旁边这个的，后面这个书桌的。那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没有后面这个这一片，它就单纯只有书桌而已。然后给你看一下，拉近看一下贴皮的纹路，它是会有一点木纹的感觉，然后是偏梧桐色，原切的梧桐橡木色。嗯，对。那小编呢，来做一下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小编身高160，然后如果我坐在这张书桌前面，会不会觉得太矮呢？来，不会。其实它坐高非常很高度刚好。我们要知道说坐起来的舒适度呢，也要看一下你的肩膀会不会有耸肩的状态。小编现在的肩膀呢是很自然的垂落，然后手部放在这边的话，这样子看书都是很方便的高度。那如果说我想要放一台笔电这边，或是放一台萤幕，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我放书的位置，这边呢我可以放个键盘，这里我还是可以操作的位置。所以这样子的大小对小编来讲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舒适的宽度。重点是原价才3299，我真的很好奇我们直播价可以多少。你确定我可以讲吗？我们就压走了啊，就这个压走了。这个3299，而且还加椅子哎。椅子899，我们今天一起买的话，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！天哪，我真的，哦，帮我看一下。等一下哦，因为美穗真的很苦恼哎，她一直觉得说这有可能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太敢相信哎，你确定我可以卖这个价格吗？可以啦，被老板说，我可以不要来了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，书桌原价3299，这张椅子899，可是我今天要卖多少钱？我们桌子加椅子一起，桌椅加一起哦，对，一起哦，一起哦，一起的，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哦，3200。我跟你说，就等于买桌子送椅子的概念了耶，超便宜的耶，这不可能吧？一桌一椅一组组合价3200，这不可能耶。对，桌子它没有其他颜色，它就只有这个原切的梧桐色。那椅子的话，它有其他的色系，但是其实搭起来黑色其实是最耐看的。对，其实你要搭其他颜色，你可以再问小编，可以帮你搭看看。对，真的黑色我们搭起来是真的最好看的。对，因为它这一款书桌是使用这种黑铁脚。嗯，对，所以它其实配起来非常的好看。对啊，而且这张椅子是好做的。好做的啊，它而且它的材质，我跟你说，它不是皮的，也不怕破；不是布的，也不怕脏，而且又不用怕说有水。对啊，对。超好顾的，而且它重点是等于我买桌子加椅子，还比原价桌子便宜。我基本上这椅子是送的啊，就送的啊，就简直就是我买桌子送椅子，然后还又折扣了。这样子还不用，这个真的还不用，不要把它截图嘛，我讲话都结巴了我。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耶，赶快，真的这个要截图，这个是最后我本来没有要介绍的。小妹你害我啊，你对我逼你的。这个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明天可以来上班吗？
我们就看下一次直播我们两个还在不在就知道了。对，这个话一样帮我们截图好不好？私讯一样，就是到明天晚上7:30前，只要你们有截图私讯我们的，我们都是用这个下沙架，好不好？一桌加一椅。可是如果说，哎，真的你不需要椅子，你只要桌子，没关系，也都私讯小编，我们都会帮你报价，我们都是用今天的直播价格，一定都会很便宜。嗯，所以赶快哦。去小编啊，真的会害羞的话没关系，你把它图截下来，至少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握。我们犹豫期到明天晚上，哎，来看一下哦，一样哦 ，ID 的号码，我们的电话号码04-2212-1488，记得私讯小编，然后说你是在我们直播现场看到我们这个下杀价，对，只有这样子才有办法拿到这个价格。即便我们今天下播了，你再回头去重看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到明天前，明天晚上7:30前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不定期之后啊，其实都有可能还会有这样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去做线上的一个介绍。对啊，如果说你们有想要再看一些其他东西，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就沙发、床组跟书桌，那他有可能以后想要看餐桌。因为我刚刚看也有粉丝想要看边桌啊，我们可能没有准备到的，我们就下一次直播我们再准备给你们看，对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今天没看到的，拜托先帮我们追踪我们的粉丝页，至少我们直播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有跳通知，就帮我们看一下，捡便宜了不好，因为现在这景气真的很不好，真的，对啊，我们要帮自己荷包顾一下，对，多少多少都是会省到很多的，就是累积啦，就是慢慢的小钱省下来，其实你又可以多买一些家电呢。真的耶。对啊。这个时间点就是要买冷气跟电摩扇。好热、喔。好热，真的很热。好热。对，真的热情了，整个热情火起来了。对。对啊。小编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时间差不多要下播了，那如果说我们下次如果有要直播的话，我们会再公告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以上看的东西你都记得帮我们截图下来，有需要的话就是私讯、嗯、谢谢你们，晚安哦，希望你们今天有个好眠，谢谢，拜拜。